贴着胸，糖跳动的心指引着向往。这吉他压不住我心上的倔强，追逐同一场，只要浴火重生，涅槃飞升，不忘与你相认，管他心仇旧恨，谁与我主盘，只愿逆天绝尘，为爱重生，不忘豪气余生，是沉默成声，只要万事重任，你这一程，故无知所留，须互有情愫方可调和，而执迷于修行者，必获焚身之果。青竹想借公子的元丹一用，师命难违，青竹今日必须收了这涅槃信。是何人在此喧闹啊？你是幕府之主。我的涅槃心必须是互有情愫的两个人才能共同吸收。前辈，嗯，请前辈手下留情。今日我便要成全你这一面之缘。我的涅槃之力就交给你们二人了。将来有一天，你们会感谢我的。圆满，林道，今天我必取你性命。青竹姑娘，我当时只是想救你性命，可没想到那古墓主人。你辱我清白，总要付出代价。天灵国戟，
总算进来了。青竹姑娘，你们这是？没什么，与这位公子交了下手而已。啊？哼！玄丹境大圆满。喂，你这小子是谁？在下只是无名之辈，误闯入此地。看来此处的涅槃心已经有主了，恭喜了，青竹姑娘。三位晚了一步。青竹姑娘果然是实力不凡，秦某佩服。若非外面的破阵，本少爷怎会迟人一步？也对，青竹姑娘能得到涅槃心，那是真本事。不过以我的天赋，要晋升涅槃境，也不过是时间问题。那青竹便在此谢过诸位。哎，青竹姑娘太客气了，家兄与我对九天太清宫可是仰慕已久。姑娘若有空，王某想邀请您参观我王氏家族。这便不必了。切，什么眼神？诸位，在下先告辞了。站住！青竹姑娘，不知还有何事指教？公子武学精妙，先前我俩尚未分出胜负，青竹愿随公子再寻一处，好生切磋一番如何？姑娘言重了，在下认输，告辞。走。这小子和青竹姑娘什么关系？到了，前面就是正殿，涅槃星就在里面。王家弟子们，给我跟上。是。凌冬，琳琅天大哥，琳琅天大哥。麻烦来了。哦，走。等一下。有何指教？你抢了我王氏宗族的灵宝，莫非想这么一走了之？这家伙。青竹姑娘，此事乃是我王氏宗族与此人之间的恩怨，你看。哼，林动，待你们之间的事了结，再算我们之间这笔账。哼，阁下在说笑话吧，古墓府的东西原本就是无主之物，怎会变成你王氏宗族所有？难不成这里所有得到宝贝的人都得拱手相让，把东西交给你们王家才是正理？就是，凭什么宝贝是你王家的？说的没错，无主的宝贝谁抢到就是谁的。说的没错。你休想狡辩，那灵宝本是我先得到的，却被你偷袭抢了去。我你可真够不要脸，瞎话张口就来，分明是你想夺我的灵宝，结果自己栽了跟头。
怎么，才刚发生的事你就记不清了？嗯，哼，看来我今天是怎么解释都没用了。小子，乖乖将灵宝还给我们王家，免得你受皮肉之苦。哼，要战便战。是王鹏撒谎。嗯，灵宝确实是灵动先得到的，是他偷袭灵动未果。你，哼，我们都能作证，你所言不实。可儿，休得胡言乱语，不要插手别家之事。林郎天大哥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是王盘污蔑林动，林动也算是我林氏宗族的人，怎能眼睁睁看着他被别家欺负？我怎么从未在宗族中见过此人？他是宗族哪一支？林动他是宗族分家之人。分家？可儿，此事你不用再管了。嗯，没想到此人竟是林氏宗族分家之人，我倒不好过于刁难。这样吧，郎天兄，此事便由你开口解决吧。看在你与我林氏宗族有一点关系的份上，这次我便为你做主，将灵宝交给王岩，再向王盘道歉，此事便就此作罢。你，哼，你算什么身份？我还需要你给我做主？你敢不听我的话？嗯，二人合力有两成把握将这琳琅天平成重伤。两成？这就是实力的差距吗？看在可儿的面子上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这是你若能顶着我的气息压迫走出这正殿，此事既往不咎。哼，这游戏不错。嗯，哼，林动，切勿鲁莽，这灵宝不要也罢，你不可能抵抗得了琳琅天大哥的气息压迫，向他认错，保住性命。林董，你自不量力的小子，
很好，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。绝对没有再发寒毒，而且我也在修炼，会比你更厉害哦。青檀，放心，哥哥这次会彻底帮你解决寒毒之苦。等着哥哥回来。嗯。青檀，冬儿，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爷爷，您就放心吧。以冬儿的天赋，2年后获胜的希望非常大。爷爷，爹，我会打败那个人，为你们讨回当年的公道，让林家重回宗族。我还不能倒在这里。这小子真的是元丹境。我绝对不能输。会打败你。向辉煌，向往最快的风暴。
被还。哼，看来这个蝼蚁可不一般呢。哼，不是那一眼执念从未变，再不问沧海或桑田是境界，只记得你指引的路我奔赴，再不说离别几时会有归途，我愿化天成蝶为你飞舞，盼望下一次再为你追逐，有你的承诺蜕变不会太过多，望断光阴征途，我愿只身觉醒的时间到了。